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rica。Hello， 我是大耳。今天呢，要来做一个挑战，就是我要把大耳变成我。我超期待的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你知道，就是我一直在骚扰他想做的主题。到底为什么啊？我好想帮你化妆哦，因为我想挑战我的美妆新高度。知道你这有多难化吗？我要如何把你的眼距开这件事情解决掉？然后我眼睛大他多少？1.5倍吧。我眼睛没有很开啊。开啊，脸型啊什么的，而且你的眉毛就很不是女生的眉毛。我们现在就来进行我们的挑战咯。记得要订阅我们，还有分享及按赞哦！谢谢你们，拜拜。